请收看《卫星世界》阿弥陀经。地仙，大家好，早，咱继续过来讲解极乐净土。啊，净土的世界，咱脚踏的所在就是啊。咱免讲去挽救，免讲哦，我要去搭一层天，免讲哦，我坐什坐，要去搭一层天，你拢免。你若坐咧，讲我要去搭一层天咧。这是梦想、梦念，头壳有问题。我才常常碰到真济信徒来到上基山善佛寺，或是咱奥利分寺、三宝寺，或者新德咱江南分寺咧、大梵寺，或者咱台北咱的大安寺啊，常常有真济修行者。好、哦，未来这样呢，求道来讲，我老师，我想要到达一个天界去，我应到达一个天界去啊！我的精神有问题。啊，若是讲你真正有到达一个天界去，你已经无到位，因为天界在咱的心内底，心内内底。若是离开一个，咱这心安。一时啊，任何一个天界，你都去无成。你所去的是去到地狱，所以真正信徒咧，开始满腹的欢喜，满腹的梦想，来到善佛寺，希望我来证一个道。我讲我还袂，淡薄净土我袂去。好，我但是我知，脚踏的所在就是咱的净土。做人处事。照天你行，天你做，那么违背良心，咱做人处事咧，该尽的责任，咱来尽，尽孝道，咱来尽。若是一个人违背着孝道，咱也会当得到恭喜佛的菩萨的加持，到一个天界去啊，迄个骗人的代志，迄个咱一个人的梦想、梦念、颠倒梦想。所以，佛啦，甲咱开始，咱要到西方极乐世界，到人了一个净土，咱一定做人处事爱做好，咱的责任义务爱完成，咱的责任咱爱个认真去个完成去做。若是讲咱一个公务人员，咱领2300万人的薪水，咱呢，甲公司单调去。我一心要来山里修行，要来求道，要来成佛成道，无可能的代志。根本你已经都侵占大众的资产啊！该上班唔上班，你就是个种啊！所以你哪有可能讲真正会得道呢？会当成道呢？这骗人嘛！几个先师王禅老祖，甲咱教讲开始，你讲讲每个人家庭的责任一定要尽家庭的责任。咱做太太，咱翁婿要照顾，囝要照顾，大家大家爱友好，一时你就是上好的修行啊啦。啊，咱做教，咱再来学道，听经闻法。来修行，咱建立一个非常心安的状态之下，你会发觉，就世间都是咱的净土啊。咱的家庭都是一个极乐的世界啊。若是咱一个家庭，翁某咧，落袂歹，
白仔囝落袂大，母仔囝落袂歹的事。你若我到到西方叫做世界，我都唔相信。我偷靠你做起，站起做伊阿姐。所以贵国先师王禅老祖甲咱讲，家庭爱先和谐。家庭若无和谐咧，要谈修行是无可能个代志。咱若做一个查甫人，吼，咱外口赢赢杯，四界拍，然后咧去佛顶咧，较济咧，我要坐禅，吼，我要成道，要成佛咧，这是神经有问题，精神有问题啊。咱上大修行个老师伫咱厝，阿阿婆、伯阿囝。啊，这是就是咱上好的老师啊！家庭你无法度少度，你哪有可能要度啥人啊？哪有可能去度众生啊？啥都众生，大家知影无？众生，众生不是干那人，就是咱每一项代志，生起的烦恼、快乐，啊，恩恩怨怨，喜怒哀乐，贫富贵贱。拢是好多众生啊，众生不是干那人啊，咪茫啊谈而已啊。咱念头升起来的烦恼，念头升起来就颠倒梦想，或者欢欢喜喜笑哈哈呀，这都是众生啊啦。所以咱也唔知啊，好好人个人受尊重的事啊。你讲哦，我来对拜这个大法师，什么仁波切，什么瓦佛咯，下面什么佛咯，什么什么大师，什么上师哦，啊，有上师无上师，吼、哦、一大片拜拜一大堆，结果了，无囝的这正经你无真，家庭的这个是无真，你又要去成佛成道了，骗人啊！哦，所以咱大家来世间，上大的修行在咱家庭，咱的国家，咱的社会。咱个国家、社会，咱做人该尽的责任，咱就尽的是，你就上大的修行，咱都是菩萨啊！希望各位十方善知识啊，咱来世间，咱要修行啊，咱爱一定得去足济足济考验，尤其家庭的考验，比任何的考验搁较重要。朋友伫遐，你若无欢喜咧，咱卖快就好啊，就算。哦，大家会志同道合的时，咱就大家斗阵；志同啊，道不合，咱嘛卖勉强。因为志不同，道不合的时啊，咱搁较卖勉强。大家随顺因缘。可是咧，咱家庭，大家这因缘，你是因缘，任何人拔嘛拔袂开，走嘛走袂开，洗嘛洗袂掉，这是咱的合二为一的物件。哪有可能要离开呢？所以，咱会当将咱家庭和谐，一家会当圆满，互相孝顺起，阿阿母互相孝疼疼，啊，爸阿囝、母阿囝呢，啊，咱会当孝敬孝道，心静、慈悲、关心啊。我相信咱即是修行啊啦。目前台湾的修行者，确实这是一种法喜。人人不同的立场咧，进入修行的境界，哈，不同的方法进入心灵安详的境界。但是咱爱要过，咱若不要过者，你修一大片无内容，拢是虚伪的。恶业一大堆啊！尤其台湾这几年来灵修，哈灵气灵修特别多，特别多。祖师开始咱修灵气，就是进入自己的心灵安详的世界，去修心养性为灵气啊。然后咧，咱来好好尽着咱的责任，做人处事修心养性。哈，人该尽的工课咧，咱去尽。这即是真真正正的灵异的修行啊！可是咧，咱目前咱众生，大家拢真正贪心，因为贪心就无智慧，无智慧就会贪心啊啦。所以开始咧做事业的时，摸一大片，摸一片江山，想讲哦，我要这个江山的主人。结果咧，咱咧
江山无了了去，父母所荷兰的祖产无了了去，无了去的时啊，开始就要来求道咯。啊，迄阵呢，像我是安那会安呢，吼、哦，我都开始要如何来，我赚到倒来，开始就去学修炼机咯。哦，修炼机有几点？哦，你就是多一啥什么问题，多一啥么问题，多啥么的，你是爱来修，开始爱来坐禅。哦，这些咯，我安尼想，安尼想，安尼想咧。你安尼想，你就开始会赚大钱，你会开始成名，开始有大财大利，暴发户。吼、哦，迄阵你就安那第一啦，天下第一人。这个精神问题一大堆，咱做呢法师的人啊，咱唔通安尼讲，不这条路方行。啊，所以咱目前台湾真侪修炼机咧，有闲就到西方西来嘛，足济。我啊建议，依法不依人呐、啊。法者善法正法，家庭先爱顾，事业爱先顾。啊，跟咱的做咱的做一个百姓的本分爱尽，分工合作，咱爱做好，你就是正工的灵机的修行者。咱是安会了钱，我也希望呢，咱等下、哦。过一阵咧，咱北正道的妙法的时，吼，我会阁甲重新甲各位讲解。社会现在遮侪失业，失业会阁增加落，毋是袂。但是这失业是伫倒来，咱无了解着自己。啊，咱无依照北正道的妙法去修行去做，无法度依这去做行处事咧，咱无法度依照这妙法咧，这原则去做的时啊，咱事业一定败。一定会叮叮打打的人生啊，悲悲哀哀的人生，有去跳楼，有去自杀，有去偷摕物件，有去夺、去夺、去抢、去劫，种种的问题，种种的陷阱在咱身躯边。但是咱如何去处理呢？如何去面对呢？这是一个人生性。真大真大的课题啊！各位是方圣帝师，啊，贵国先师王禅老祖时时甲咱开始，咱爱有安定的心。咱身躯边有五个魔，伫身躯边，甚至有六个魔。六个魔是啥？咱的目睭嘛是魔，看到想要爱，看到想要抢，想要夺，看到就要宰落，唔知影。运用咱的智慧，我都安心，我都心安。那么，咱就颠颠倒倒，做事业一定妥妥妥嘛。好，过来咧，现金，咱现金无定性。听到哦，某某人伊即要赚偌济，遐赚偌济，为啊做迄个叫做直销，哦，伊一个月都赚偌济，一个月赚一百万，咱就开始要去赚，刚赚一百万咧，咱无。请看嘛，咱规量规量重，咱有偌济智慧，偌济福报，咱人缘有结无？咱做人处事有做无？家庭会和谐无？咱遮条件都无，你哪可能要靠人赚一百万呢？结果你是做卡贴啊，是有诶尔，有赚诶无？无赚，都赚吧。所以，咱耳康轻人非常非常诶侪，耳康轻呢，咱都无多去。真真正正作为咱家己的主人，咱拢是去护从目睭前面看咩咧，望是对人行对人走，结果跋起看是安那那安尼，一定家己目睭看唔掉去啊！社会的陷阱非常的多，大家目睭爱听看清楚，耳孔爱听清楚，听到以外你爱去印证去看，啊实实在在过去。啊，了解的，你才来做，那最无问题啊！鼻啊，啊，芳味、嘴子啊，咸酸苦涩的感觉，啊，然后呢，咱身躯的身躯啊的感觉，咱就进入咱的意念，咱的脑海来，咱的意念。所以咱人啊，好、哦、有这外魔，包括脑海来意念这个魔就上厉害，赶也赶袂走。八有八袂离，咱如何会当这六个魔，莫侵入咱的心呢？侵入咱的心，
照佛法不正道。当咱烦恼教会的时，我敬意各位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咱有什么灾难要教会的时，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。当咱要决定什么代志，对唔对的时，该会不该会的时，咱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南无阿弥陀佛，认真念佛。你念南无阿弥陀佛，会有净智慧、净福慧哦，予咱心会心平气和，予咱有稳健啊。你那也要做这，咱也要做，时时念佛，时时养成念南无阿弥陀佛的习惯。咱会当辛苦这五个魔，咱就下里里里啊。咱有烦恼教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欢喜教位念南无阿弥陀佛，无论大众教位啊，心念南无阿弥陀佛，嘴念阿弥陀佛，意念念阿弥陀佛的时，我相信呢，咱会当真正超人。哦，离开着这啥困苦的境界，离开着烦恼的环境，才是境界。各位是讲陈医师，时间啊过得真紧，明仔是咱2021年21世纪的8月7日咯。那么咱国家，在这一年多来，处于不安定，处于漂浮，啊，处于这个奋斗、打拼的状态呢，咱一家啊非常赞叹，咱新政府有努力的改革，啊，赞叹咱新政府呢，所有官员，咱爱拢会当了解。这中间的社会，这中间社会所发生一切的，包括咱国家、国内、国外，所有一切发生的呢，这拢是天数。大家爱了解，大家咱百姓嘛好，官员嘛好，咱爱一心爱为这国家来安定。无论在野党，哎，或者执政党，咱爱把心拍开。依法不依人，法是整个咱中华民国咱全体的法。依人者，分党、分派，党甲派一定会相争，党甲派一定有冲突。那么法者，但是要包容啊，有包容。所以咱八月份啊，咱国家的国运，咱八月份咱整个国家的天运啊，咱一经挂者。特三含之卦，哦，特三含之卦。那么特三含者，第一咧，调压，哦，在调，哦啊，在压应感应已经开始咯。大家合作，大家努力，大家爱一心为国家为原则，唔通讲一心一意咧，干了为着我党的私利。来做，这都不是真真正正咱中华民国的国民。这点大家爱有这个观念。咱做一个百姓嘛，同款。咱若看啊，这党党甲党咧争，为了党甲党咧争呢，将咱国家拖落去死啊，这都不对啊，这都唔对去啊。同款是天涯沦落的人，拢是这代尊顶的人，咱应该少听少。大家应该为了这台船的安全，大家共同心拍开，那就昂我吼心拍开咧，为了这个家庭安好咧，咱开始爱沟通，好，咱爱以最善意的啊、哦，最仁慈的、最大公无私的心拍开，天地无我之心嘛，天地无我之心。哈，咱来为这台湾，为这块土地，咱来打拼。哈，所以照你看是喜事已经开始啊，感应开始啊，希望是好的感应，唔通歹感应。第二咧，哦，咱不可妄动啊，强求，咱唔通为了一己之私，咱妄动。咱要以全体全国的国民，咱全。啊，这个净土所谓咱大众菩萨的安慰为安慰啊，
咱唔通强求，啊，咱唔通懵懂。当然，大家在沟通中间、意见中间也未拄好，未拄好是啊，咱唔通强求，以大众为目的。哦，过来，咱爱有远见、有主见，咱执政的人或者在野的人，咱拢爱有远见、有主见，爱看足远的，唔好干呐看面头前尔。看面头前都唔对起啊，爱看足远嘅，所以五百年前、五百年后啦，咱爱有这个远见啊。你无这个看五百年后，诶，这个远见、诶智慧啊，咱无资格要甲人讲上对、上唔对啊。啊，再来咧，心地爱光明正大，心地光明正大，无论在呀，或者是执政。啊，或者专门心一地一光明，唔通暗黑暗，黑暗就地地噶噶，黑暗就鬼心啊！一光明，一正，一大，所以心地啊光明者，内底蚊仔虫看清清楚楚。你心地啊黑暗者，敢若想哦，我输，我要甲你诱来，甲你诱来，一气之输，输未起。哦，这样心态咧，唔对起啊！唔对去啊！把心拍开，天下都你的。把心的光明正大者，执政无执政，天下拢是咱的，地球嘛咱的，三千大千世界，所有拢拢咱的啊！咱即是佛，即是神，即是圣，即是菩萨啊！哦，过来咧，咱唔通孤僻，吼、哦，咱卖孤僻就行通啊！咱即么人？哦，咱唔通孤僻，你若孤僻就孤单，孤单就无自卑啊，孤单干呐舒心。我只要要甲你争来，甲你扭来，甲你拗来，甲你扯来，算计到啊，小命到位啊，算计到啊，小恶魔会到位啊，明说说咧，甲你说咧到位啊。哦，大家爱注意，咱唔通孤僻，心地光明正大，哈、啊，咱。这是圣人，咱心都非常安那啦。啊，过来六咧，第六大啊，吼、哦，真心诚意解决啦。人甲人中间，咱爱真心爱诚意，无论是做事业做大一行咧，咱爱真心爱诚意。无论是在呀，无是啊，执政啊，啊，真心爱诚，好、哦，甲咱心意提出来。咱一大公无私，天地无我，真心的事，我相信呢。咱国家，自明仔开始，哦，咱一定光明。咱明仔开始，咱的国家渐渐安定，咱的经济开始特别渐渐要搁起来咯。哦，是时间的关系啦，咱无多详细甲各位讲。但是啊，各位恁拢有大智慧，好、哦，大家冷冷静静。咱创造咱的事业，创造咱这片的净土，台湾这片的净土，这是咱大家的这片的净土。爱好爱歹，拢看在每个人的心。若是全体咱这片净土，咱要甲共同建立起来，那么少数人的私心，伊就变无力。只要大家咧，咱对咱这片台湾这片的净土，咱。有这爱心，有爱这片净土，净土上所有全民呢，拢是咱的一家人的事。我相信呢，咱这片净土，也那就西方极乐世界的佛净土。时间的关系，到这就断了。